老公总是冷落你该怎么办？什么是冷落？就是他一直在忽略你的感受，选择性的看不到你做的事情。他明明有关心人的能力，他对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都特别好，唯独对你不上心。碰到这样的男人，你要直接的、大声的、毫不掩饰、完全不转弯抹角的告诉给他，你做了什么，你对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你需要他陪伴就直接说，我今天需要你陪我，所以你不能出去，在家里陪我看会儿电影。你需要他和你一起做家务了，你就直接说，我今天很累，这么多碗没洗，我焦虑，我需要你帮我弄一下，你去洗，不然我会心情很不好的，你也不希望我发脾气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自己生闷气，或者你骂他再去埋怨他，对于冷落你的男人来说，他根本不会去理解，也不会在意你的这个情绪，他只会更觉得你又生气了，我没惹你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所以你不如直接告诉给他，你多需要他，你就是憋着冷落拖久了，就会变成冷漠了。